姊妹平安。平安。我十岁以前，我来是长老教会，过来才五十几年，我就我伫长老教会，所以我需要用矫正的台语，我服侍上帝已经三十八年，毋捌用过台语来讲道，但是今仔愿意伫遮，甲兄弟姊妹来分享上帝话，我愿意有伫耶稣的内面有忠心，所以我就过去的一礼拜，我拢用台语来祈祷，练习迄个已经足侪所在袂记哩的台语，我相信圣灵伫咱的中间来做工，透过咱今仔会再出组织，伊来甲咱讲话，互咱惊答，照伊的意思，惊上帝爱咱惊的道路。我今仔所读的圣经是以赛亚书，这个以赛亚书呢，一段圣经四十八章十八节。我头仔看恁这台语的圣经是安尼来写是这个先知伫遐有真大的叹息，伫遐真痛苦来为这以色列百姓，伊心在常常听先知的话，但是伊却无法度来行达上帝的旨意，所以先知伫遐有一个真大的痛苦。真大的痛苦，但是虽然是安尼的背景，但是我对和合本甲中文的译本来讲这段圣经来讲这段圣经，就是伊希望这以色列的百姓，这是上帝的选民，会当注心来听，先来听，然后再来尊叹上帝的名。所以这段圣经就是，你要做上帝，你要敬拜上帝，一切所交托伊的，你需要先注心甲注意来听，这是咱常常读上帝的言语，常常无法度安静咱的心，甚至咱的耳孔常常无法度听上帝话，就是因为咱的心无安静，所以这段圣经。先知直接给咱提醒，不管咱做甚物代志，或者是咱今仔会知伫遮的主日崇拜，咱知影知物真济的定数，知影真济的圣经节，但是咱若无注心甲注意，迄个听咱惊呾，敢会完全来正确？这就是先知伊伫遐有一个真大的痛苦，但是。伊讲了，伊随时来讲一段，这就是先知书内面，大先知内面上重要的一段的圣经，就是讲上帝的平安，上帝的平安要亲像江河，上帝的公义要亲像海涌。原来咧讲平安有两层的意思，咱常常拢讲平安，啥拢，咱常常讲平安。看到人，咱拢平安，因为咱是基督徒，所以咱希望有平安临到所有咱欢喜经过的代志，所以咱常常会讲平安。但是实际上，平安伊有两个意思，这两个意思是同时存在，是同时相同迄个时阵，才上帝的意思来看，平安甲公义是一个名词，两个意义。这两个意义是非常的重要。会使我来讲这个圣经节，就是我要来进前五月二十蔡英文就任这个台湾这个总统副总统第一个副总统在这个一月二十一号伊当选了当选了无偌久就是咱过这个春节台湾年。这台湾人，咱台湾人拢会搭这个春联，所以呢，真侪人就去对总统迄个所在摕这个门联来搭，比如讲马到成功，迄阵马总统就是马到成功，有足侪福到人间这个福会甲倒逼。但是蔡英文起来，伊还袂做总统之前，准总统，你敢知影伊予台湾的百姓啥物款过年的门联就是这四字：平安真好。一个无信耶稣的总统，
当伊开始咧治理这个国家，可能伊的团队和伊的建议就是，这个国家需要平安。但是咱看这个表面是平安真好，但是实际上这个真好，后边是两个意思，是用广东话甲台湾话，甲联合有一个意思，就是啥物意思？我唔知恁中间有人知影无？就是平安，我讲了无标准吼，平安真好，真好就是真好。虽然因为今年是高年啊，金的高年啊，平安一只金的狗有法度让咱的国家有平安吗？这是这个平安真好，但是伊实际，伊是希望用这个意思来祝福台湾的百姓。但是咱是基督徒，咱知影一只金的狗、银的狗、铜的狗，还是铁的狗，无法度让咱的台湾来平安，只有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所以我就思考迄个一段时间，我就思考上帝话，就将这段四个字这个四字藏伫心中知影我要来遮我就希望透过这段圣经。上帝对台湾，还是多伦多，还是世界各国，圣经安尼讲，智慧的人，无掠智慧来夸口；有钱的人，财主无掠伊的财物来夸口；庸俗无掠家己的血力来夸口。会夸口的是因为伊认捌耶稣，认捌耶和华。因为伊有聪明，所以也来认捌耶和华。这是耶和华讲的话。所以至关者伫人的国中掌管所有的官兵，伊欢喜要赐了什么人官兵，伊就予迄个人官兵。至关者伫世间人的中间，伊将智慧赐予智慧的人。伊将灾难赐予聪明的人，伊改变日期，伊改变时阵，伊建立国王，伊废掉国王，因为伊是全能的主，耶和华的名应该称颂。所以台湾或者是世界各国真正的平安，是需要予这个至高的上帝伫咱的中间做王，听谈伊的话，第一伊所讲的一切。然后咱就尊叹，安尼咱的平安，咱国家的平安，咱家庭的平安，咱家族的平安，咱国民的平安，你亲像江河，上帝公义，你亲像海洋，充满咱逐个时阵，逐个角落，这是何等大的喜乐！我感谢主，我透过这个平安的主题来提升。平安还有四个层面的问题，是第一，伊甲上帝关系，伊需要知影伊甲上帝关系；第二，就是伊需要甲人的关系，伊需要甲家己好好。我今仔直接讲这个道理，我嘛要来介绍我家己。我伫八岁就立志，要奉献给上帝。八岁哪会知影？但是我就是八岁。台南的大公园，赵世光牧师，伊对上海来林良堂的牧师，伊伫迄天，伊来讲道，我的老母就带阮这个囡仔，去听这个布道会，这个布道会一年了，阮老母就过身，伊36岁就来过身，但是我会记咧伫迄天的布道会，赵牧师呼召，什么人愿意将伊的生命交予主？迄阵虽然我老母是牧师的查某囝。我阿祖拢是传道人牧师，但是迄天好了，因为赵牧师，伊是用创世纪22章，要来献献以撒，一个八岁的囡仔将这个道理，我头前看后边看，所有人拢在睏，敢若我一个人非常注视，第一听这个赵牧师伊在讲，伊一边讲一边流目屎，我唔知迄天是毋是伊的流目屎。感动着我，一个老爸的心，要听上帝的话，甲只是将家己的独生命献上。所以，迄天伊伫遐咧讲道，后一个讲台，迄天是大布棚，逐个人拢伫坐伫石头仔顶，
啊，迄、那个啊，遐树啊，啊啊，阮妈妈啊，因为已经伊是感情的默契，所以伊就靠伫迄个树啊边，伊伫遐咧听，啊，我坐伫石头顶，啊，听迄个赵牧师伫遐咧讲，将家己的独生囝献落上帝，啊，伫遐伊一面讲，啊，一面流目屎，吼，啊，一面将即个功德敢若正大嘞，吼，安尼伫遐咧。所以伊呼召迄阵，啊，我就听起来。啊，阮老母，我会记得我的老母，靠伫遐，啊，伊已经奄奄一息啊。伊靠伫遐，用目睭甲我看，深深甲我看。到即摆对我来讲，阮老母已经离开阮54年啊。我袂记，我永远袂当袂记，伊看我，伊注视，伊滴伊看我的迄个眼神，我到即摆拢不会忘记。伊看我创啥，就是我要奉献互上帝。虽然过来过人生就非常的困难，吼，非常的困难，吼。所以我伫10岁到20岁，我离开上帝，啊，我感觉这个上帝是残忍的上帝，是无听的上帝。啊，现在较早就将我的老母也带返去，但是我的老母伫还未过身之前，我常常听伊咧唱歌祈祷。我常常咧听伊提名祈祷，我常常听伊甲耶稣咧讲话，我常常啊听伊啊为真济的需要啊甲耶稣咧讲话。啊，伫阮迄个时代，啊，阮迄阵啊都无日光灯个，我就是电灯泡，啊一个电火炉啊，啊伊就安尼半暝啊啊伫遐祈祷，我个老母伫遐祈祷，啊将迄电火炉啊摕来伊个眠床边，因为我逐个人拢咧睏咧榻榻米，安尼伫遐咧睏，啊伊。惊迄个影响到阮遮囡仔咧困眠，啊，所以就将迄个电话簿啊，放伫伊个迄个圣经的边啊，我就听伊伫遐唱歌，啊，伫遐祈祷。检查嘛是，大家阮的兄弟姊妹拢咧困，拢咧度孤，干那我一个人，我听伊咧唱歌，所以上帝真早，我感觉上帝真奇妙，伊真早就拣选我，所以我对真济代志，伫遐注意，伫遐学习。伫遐知捌上帝的意思，虽然变化对我来讲真侪毋知影，但是阮老母过世了，耶稣接过，接转去了，到20岁，我完全啊无法度行入去教会。啊，我感觉这个上帝是毋是我需要的，伊是无听的上帝，伊是真残忍的上帝。但是感谢主，虽然我的心安尼想，我8岁伫遐树仔脚所立伫的。伊拢咧看，伊了解，伊互我人生行达真济痛苦，但是伊咧看，伊咧了解，伊咧安排时阵，伫我20岁，有一天伊用大光照我，20岁，我迄阵就是头前无路，后壁无水边，毋知影要安怎过日子，但是伊用大光照我，伊甲我讲，伫我仰望我敬畏。袂当完成的代志，创世纪第18章，真清楚，安尼甲我讲，我耶和华拣有袂当成全的代志。伫迄天，我20岁，一直到即卖，我还阁袂当袂记哩迄个真大的光甲我照。对迄阵行到即卖，有40几年的时间，我发觉迄个主直直用伊的光来甲我照。来给我开车，虽然安尼嘛是还阁真歹过日子。我伫马街病院做6年的护士，后来读新学院，后来结婚，成立我的家庭，我就开始服侍主，一直到即卖，将近38年伫服侍上帝的这个路程中，上帝一步一步，上帝用伊的话语，所以夸口的。唔通掠家己有啥物来夸口，夸口是因为你有聪明，我有聪明，来认捌耶和华，伊是全能的主，这是耶和华讲的话。所以不管是国家，还是教会，还是兄弟姊妹，还是我家己的家庭，我拢经历着上帝的话，安尼直直一撮我，我无够，也无聪明，学历嘛无悬。但是上帝一步一步带我来行，所以我早期是这个工业，
福音即、這个福音中心诶，即个团队人，啊，我做就是甲即个女工做伙，所以我先读音毕业，啊，我甲恁个郭牧师是亲情，啊，是后来才知影，吼、啊，啊是就是我毕业了就随去啊去即个嘉岗区，迄阵八十年，1980年的台湾拢是嘉岗区，啊，足济即个工人。啊！因拢佚佗即个钥匙的游戏，甚物叫做钥匙游戏？就是查甫甲查某，啊，因徛多摆出去佚佗，啊，迄、那个钥匙就是逐个人拢把钥匙摕起来，啊，随便往上一丢，啊，掉下来，啊，迄、那个钥匙是甚物人？甚物人的？啊，迄、那个查某就爱坐迄、那个，迄个啊，多摆啊，两个出去佚佗，所以迄阵啊，未结婚，有囡仔，非常的济。我那内地会的宣告书，伊就开始进入这个劳工，哦，劳工这个杂诶，女工的中间，伫这加工区的内面，啊，就带真侪人来信耶稣，啊，所以我就毕业了，我就随含这个宣告书，德国的这个宣告书，我总共含四个德国的这个宣告书，拢是女的无结婚的，啊，甲因做伙，啊，看到因疼台湾人的灵魂，啊，我就伫宿舍，也是伫福音中心，啊，伫伫因个厝，啊，就开这个啊查经班，啊，开这个兴趣班，啊，开这个啊这个做真济啊 cook 哦，啊真济啊这个手工艺，啊安尼来克服这个女工，但是虽然做安尼，又还无法度专人将这个女工带入来教会，因为福音中心提供的就是真济温暖。真侪的快乐，但是带入爱教会，教会需要有教会顺序，有教会的制度，有十分之一奉献。只要是讨论到十分之一的奉献，啊，这人就走了，这人就啊就走了，因就无爱啊来教会。我就看见这个工作非常的困难，一直到40岁，一直到40岁，上帝就找见我。找见我，啊来创立教会。啊，以前啊，我道别这个代志，我讲主啊，我做一个传道人就好。啊，我无爱无话，吼、哦。我道别伊4年，我无愿意。啊，这中间我有生3个囡仔，吼、哦。啊，道别伊，但是上帝的能力，亲像迄个时阵，伊用伊的大哥直甲我招，伊无放我煞，伊就是甲我讲，我就是超找你。一细汉一直到20岁，到40岁，我的心灵、我的家境、我的背景，是毋是非常会健康的人？上帝却呼召我去建立教会，去牧会一个无啥健康的人，要安那来行到这条牧会路？这就是我40岁以后，我真大真大的学习。我学习甲家己好好，甲家己，因为我袂当接受家己，啊，要安怎做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团队人？所以上帝就透过诗篇91篇，直直甲我讲话：，你若专心来听我，我就要拯救你；，你若求见我的名，我就要啊答应你；，你若认捌我的名，啊，我就要安怎？我就要甲你安踏去。这个高处，这个高处是稳定的所在，不一定是地位的关键，是一个安全的所在，是一个稳固的所在，是人看起来是摇出的所在。但是上帝讲，你若认捌我的名，伊的名是耶和华以列，伊的名是耶和华撒罗，伊的名是耶和华七根路，伊的名啊是耶和华求罪的，伊的名有非常多的名。但是我伫惊的名的中间。上帝用圣经的话，直直甲我提醒：你着爱呼叫我的名，你爱向我亲近。耶稣讲：你伫困难中，我要甲你同在，我要救赎你。继续讲：我拯救你，是我要让你尊贵，我要让你看起来贵重。这拢毋是我的气力会当做的。上帝是透过安尼规定。听听老我讲话，所以我伫这个牧会过程内面，我就打开始哦，大家拢唔知影，我也无免托，也无熟练的老师教我教，因为我这阵一新人因也无教安怎建立教会，特别是查某的，那有可能教你建立教会，但是真奇妙，我对40岁一直到即马，将近25年的时间，
上帝教我安那牧养伊个教会。伫这中间，需要经过足济足济困难个解决，人事特别是人事非常个复杂，非常个复杂，有当时复杂到伫牧养这个教会过程内面，我可能有一千遍甲上帝讲，我无爱做啊，我甲你再见，我辞职，我爱做。差不多超过一千人，所以迄个困难的程度非常的高。虽然一方面是安尼，一方面呢，我的立志就是超过一百人，我就开拓另外一间教会；超过一百人，我就开拓另外一间教会。上帝让我有气力、甲能力，因为圣经讲智慧甲能力是属于伊，我甲求求，伊就来甲我帮助。所以这二十四年的中间里面，我跟另外开拓，另外爱往上，能不能往上？好，你看这个图一边是我的事业，伊有三间公司，有一个建设公司是股东，伊是公，有一个密码是伊家己发明的品牌，你也上 Google 密码，你就出现，这就是我家的品牌。我先生的这个品牌，另外一方面是三间教会，但是我还有另外两间，因为另外一间在苗栗，开始，伊的经济甲行政都已经独立，所以我就无放伊顶头，还有另外一间是今年正月开始太平是我的母会张茂松的教会甲阮的教会。合作佮开一间教会所以软体是因硬体是阮克西玛尼差不多爱九千万到一亿阮就互相帮衬来这个第四间这个分堂阮就向前行等一下我会介绍有一间予我非常用足侪时间伫遐来。建立的教会，再下去。我要来介绍这间教会。我伫这间教会已经28年啊！我家己创立的教会，克西玛尼是24年，这间教会是28年。这是客人的教会，伫苗栗。我帮衬这间教会28年，在这个28年中间，少年的团队人。无啥愿意去这个所在，但是呢，我就逐礼拜安尼去这个所在，再往下去这个教会，连这个教会建堂拢是我叫西玛尼摕1000多万代表迄早期差不多18年前1000多万去一间教会，变到这个土地后边要去这个宿舍，这个客人的教会1000人，敢若4个。这个客人信仰说，所以真侪少年的团队拢无啥愿意去呀。因为少年团队无爱去，咱这个较老的就爱去。一个，安尼带，安尼带领。所以我感谢主，就是，让我伫本地牧会中间，比较有做客人的文化的教会。我毋是客人，我是台湾人。但是学习甲遮个人做伙，因真亲切，伊思想非常诶较封闭，但是因真努力，所以遮个客家人非常诶古锥，但是咧，伊对福音这方面因无啥物渴慕，所以伫这个过程个内面非常诶困难，但是直到今嘛，我依然各位伫因个中间打开始。我去一逝来回要5点钟，因为迄阵还袂国道3号诶，迄阵我拢爱去行山路，安尼去到迄个教会，安尼来回，安尼上帝透过我有28年诶时间伫即间教会，但是当时我家己诶教会，吸收蛮尼好会，我依然真坚强，出去建立教会，逐个人同心服侍主，逐个人彼此相听。和上帝念充满阮，有真济人事的问题，有一边我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在过程的内面，我甲上帝求，
佫足想要甲辞职，讲哦，我实在是无法度。我面对的拢是少年的团队，少年的团队，伊有真侪即个二十一世纪后现代的即个少年嘛，又足侪思想思想甲咱有一寡无共款。但是教会需要啊年轻化，需要传承，所以有足侪一过程的内面，我需要别出去祈祷，啊有一个我甲上帝求。我甲上帝讲，请你替我开路，将有八个月时间，为一个人事的问题，人事的问题，啊，无法度啊，爱解清楚，啊，就是一直有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伫咧祈祷的中间，上帝透过我读《四世纪》啊，《四世纪》，在这个《四世纪》看到参孙，参孙一世人做四世二十年，但是伊真正互上帝用的时间无济。在上尾那边，在上尾那边，已经清明啊，开了是透过头毛慢慢啊，这个头毛生出来，慢慢的迄个力量恢复起来。伊甲上帝求，伊知影伊是上尾一边，伊甲上帝求吼，主耶和华，求你给我开了，在这边给我开了。我迄天都为着人事的问题，有真侪的祈祷甲困难。在那天在祈祷的中间，上帝又一遍对我说他的名，他说他是阿多奈的上帝，阿多奈就是救主，他是耶和华，他是耶和华的上帝，他是唯一的神。那天早上一边祈祷一边透过四世纪，这是四世纪内面，叫古约内面上凄惨、上绝望，但是伫绝望的内面是带出上大的盼望。你是阿东来，你是我的开来，亲爱兄弟姊妹，什么时阵上帝才做你的开来？什么时阵仰望伊是神？伊决定，伊明定，伊改变，伊祝福。所以，我就来到上帝面头前。就迄天，对迄天开始，我所烦恼迄个代志，拢真做过去。所以，平安是我甲上帝关系，我甲家己的关系，我甲别人的关系。教会有真多这精神较软弱的兄弟姊妹，有几个啊，拢毋是少年人，二十几岁，但是伊的情绪无啥稳定，伊的工作嘛有困难。教会就用啥物方法呢？教会就是予伊伫教会，我头前有停车场，会当停差不多六十几台。可以在那扫土家，有树叶啊，有树叶啊，可以扫土家，可以供独生的钱。大学拢毕业啊，但是伊证书的问题，伊毋是伊检测，毋是分单，但是伊就是伫工作中无稳定，教会着成立一个支持的系统来帮助伊，带伊去服病，像带伊去给医生看，我常常带安尼人去给医生看。因为我需要知影医生安怎诊断，医生安怎决定，医生所予伊的名，这个病名是啥物，我需要知影。带伊去予啊，即个啊医生看，监督伊固定食药啊，带伊去散步，因为伊需要流汗，啊，佫爱照日头，流汗，予伊有真侪方面得到恢复。我含七个精神科医生主任交出真好的朋友，我常常去问因的问题，去了解、承认我是有患的。虽然上帝是全能的，伊是医治的，但是伊透过医疗、透过医生、透过科学，伊咧帮助咱，所以咱人爱谦卑伫伊头前。虽然上帝会当直接医治，伊会当直接医治。我去越南。差不多那张照片，我含一啊二月，啊我去河内，含去越南，去探访遐过去伫阮个教会洗礼，
啊，我去探访因了咧。啊，上尾仔工，我要对河内，啊，要去经过辽国，啊，去泰国，啊，去探访一个做穆斯林的宣教师，过去甲我同工的宣教师。啊，我就迄工，啊，我着关心工课，啊，我着入去饭店。啊，伫咧电梯的内面呢，伊这个河内的这个电梯有一个奇怪的这个手扶。啊，这个手扶的这个高度无啥对，所以我第一遍就看，啊，这个高度我爱注意，会去弄到我的这个脊椎，我脊椎无好。结果嘞，上烦恼的、上得意的，结果去又弄到就是我，啊，迄个痛，我一个人，我拢一个人去了解哈。伫迄个后腿非常的痛。明仔载透早六点的飞机要离开这个河内，啊，我着翕暗伫上帝面头前，我都通困，甲上帝求，讲我即马一个人伫遮，啊，这个痛到啊，我脊椎本来就是困难，啊，上帝也请你来医治，但是我祈祷规暝，上帝拢无甲我医治。过当天着要离开，啊，去 airport 去机场，啊，这个机场呢？啊，有一个我过去的兄弟，即越南的兄弟，啊，伊就叫因的哥哥、啊表哥，啊来载我去。啊，伫这个载，对，火车一直到 Airport 这个过程都四十分钟。啊，我就感觉，哎呀，这个过程真好，我就需要甲这个越南的司机，甲伊讲福音，感谢主。伫这个过程四十分钟的过程的内面，我就甲传福音，互伊认捌耶稣。在我落车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要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阿们。我一面在服侍这个越南人，就一边有到越南人，一方面我跟上帝说，上帝你的话语这样说，因为那个痛不爽快，要再去泰国，我不爽快，请你现在再来给我医治，昨天整晚你没医治我，现在我还是需要你的医治。因为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章，看来是二十章讲，迄、那个侍奉你的爱军队你，迄、那个侍奉你的天顶的爸要尊重伊。我讲天顶的爸啊，我即卖咧服侍你，啊，我咧讲这个吼、哦，这个国语，啊，互迄个越南人、迄、那个越南的兄弟甲我翻译，互这个越南的司机，我即卖咧服侍你，啊，请你。来尊重我，那是你的话哦。啊，你也来甲我医治。啊，撒母尼记第二章，啊，安尼写，讲迄个尊重伊的，尊重你的，你要尊重伊。迄、那个表示你的啊，就要互表示讲主啊，我即摆咧服侍你，但我需要你的医治。啊，弟兄们，心热就伫我心中发生，迄、那个痛，怎离开我？一直到约伯入去，我才发现我的不爽快已经无去啊！上帝当场医治我，昨暝无，今仔透早，我甲呼求，服侍你的，尊重你，你也尊重我，我也跟对你。我即摆的需要就是我需要医治。所以我来讲，有时啊上帝安尼医治，有时啊上帝透过安尼来医治，咱拢爱顺服伫咱的恩盘。咱有诶老化，咱会衰残，咱无矫正。别人诶聪明，可能就是我上含慢诶所在；别人诶啊无够样诶所在，兼在就是我上好诶所在。所以上帝无福掉一个人无使，无福掉，无爱含人同工诶兄弟姊妹，伊福掉各方面。伊所建立诶教会有师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有人做教师，有人做牧师。我甲玉云、玉春传教师安尼来同工，过去十五年前，我就开始差不多十五年、十六年前，我接触真侪方式，是我的同工去做。后来一个美国的传教师，伊带伊的囡仔、甲伊太太过来台湾，安尼来做七年，无啥物果效，无啥物果效。但是呢，真奇妙，上帝透过伊的方法，将玉春甲玉文传到带来阮教会，来阮中间，透过甲因的同工，神迹奇事就发生。
阮常常做伙，虽然不是常常做伙，我较无用，是我的同工甲因做伙，啊，因需要来甲我讲，嘛无输即摆情形就是安尼，啊安尼啦，啊有需要的时候，我也通玉处甲玉文宣告，我需要去和因做伙啊，做较长的时间的讨论，所以阮的默契，彼此欣赏，彼此扶持，彼此代祷，彼此伫耶稣的听的内面合一。我学习，我非常的这个无够。但是上帝带领充满我，所以甲上帝关系好好，甲家己的关系好好，甲别人的关系好好，不是干呐我顾阮兜会家己的代志，我需要宣告，所以我唔也是伫啊这个苗栗西湖这个啊教会，这个客人的教会，我去台六，我有十八年的同工，十八年啊，因为袂使讲所在。所以十八年，我和这个人合作，我有二十一年，啊，台湾一个青春飞翔，二十一年跟我同工，我和人的同工的时间拢真长，因为真长的内面彼此了解，我需要你，爱看别人比家己较强，看别人是上帝，所以因撮甲彼同工帮助你，互你强壮。啊！你也当帮助别人，互别人尊重。咱有这个关系了，甲上帝的关系，甲家己的关系，爱听家己，爱接受家己，甲别人的关系，上路尾甲大自然的关系，伫恁当中，大自然非常的水，上帝特别拣选，也来听恁，互恁会当享受这一切。但是这个次序就是这三个点。后壁即个就对，甲上帝、甲家己、甲别人，你这三个关系对，你上尾啊，甲大自然的关系，上尾啊，我要用一个啊故事啊来做结束。有一个啊，最近台湾啊有一个摄影展，啊这摄影展就是捕捉足侪只有名的人，夹册可能真有名啊，夹册。我一定真有名，但是伊伫迄个工作，啊，伊互人看到生命，伊所做的工作，互人看到生命，透过生活看到生命，啊，伊有用史怀哲，啊，为了问史怀哲，吼，1952年问伊摕到诺贝尔和平奖，问伊讲，啊，你是哪会当伫非洲遐尼久，吼，啊，伊讲，你毋免问我这个问题，你爱去问迄个，甲我伫非洲，我服侍的。服侍我，还是我服侍？你爱去问遐个甲我住做伙的非洲人，你免问我足济，你无需要知影问题。但是你去问遐个伫非洲互我奉待，还是奉待我的人，你透过安尼关系，你会当了解我是一个啥物款的人。佮另外一个医生，伊是青梅医生，目睭无看到，但是伊伫一个真草地、真草地。的所在做医生，哎，家己无管伊要哪做医生，伊太太是护士，伊两个安尼合作，伊接生生红孩仔，接生四千个，伊这红孩仔看袂到，啊，伊安怎接生？伊用摸的，用感受的，啊，这红孩仔这个心跳这安怎？伊毋是用听诊器，伊用伊的耳朵去闻这个红孩仔背后的这个神经这个所在，用安尼。求上帝给伊气力来听，这个神经线，这个红孩仔呼吸，伊的心脏、伊的肺脏，用伊的耳孔，咱的耳孔听偌济声音。但是这个医生，伊把手术也无看到，伊用安尼，甲大自然好好真正的平安，就是咱的国家、咱的社会、咱的教会。咱的家庭需要有安尼的人，住行地理去听，伊随时咧甲咱讲话，然后你来顺谈，平安真好。所以毋是一只金色的狗，也毋是一个银的狗，也毋是啥物款人，因为至高的上帝伫人的国度中掌管。伊要把国度赐予什么人，就赐予什么人。或者是《但以理书》第四章
甚至是加一句，迄尼布甲尼撒王非常骄傲的迄阵，但伊来甲伊解释，解释一句讲，甚至是伊的上帝国度赐予迄个卑微软弱的人，你若悔改，离弃你的罪，你甚至是会当得到顶头来的平安。所以今仔透过上帝话，我甲台湾教会兄弟姊妹来分享上帝话，希望咱是一个愿意常常听起上帝话来行大义的旨意。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我感谢你，让阮今仔会知影透过你的话语，在阮的生活中，阮需要你来帮助阮、启示阮，让阮有谦卑的心来学习、来听从、来帮助人。来看起真侪人的需要，看起教会的需要，看起牧者的需要，看起宣教的需要，看起上帝心意的需要。阮需要有你的目睭，求你用今仔透早用你的油来开阮的目睭，来开阮的嘴，来开阮的耳孔，让阮确确实实伫你的面头前真多上帝你所旨意的查某囝、后生。你要透过阮伫即个世间平安真好，阮有你来健康，阮做你爱阮做的代志，阮行出去宣告，伫阮的家庭、伫阮的家族、伫阮的社会、伫阮的国家，主啊，请你拢甲阮同在，阮安尼恳求祈祷，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